撇，哎对，哎对，这英雄还没删呢。我们一个兵没漏啊，漏了一个，漏了一小个啊。这能撇到吗？哎，又没撇到。那蒙多就是在耗自己的血，你知道吗？他没带骸骨是吧？那我们可以杀啊！他敢出来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就能杀。看来不行，这个小子比较的猥琐，不太好杀啊。还好啊，刚才那个车我补着了。回血，操，没回上来吗？这血，娘嘞！差0.1秒回上来，我感觉。就差那么0.1秒，打一架，技能全空，打神魔，来，你俩也打不死我，拜拜。哎呦呦呦，小寡妇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赚，这波即使死了我们也赚。兵线马上推过来，这寡妇不帮他推兵线就比较的离谱，你知道吧？这种兵线不帮推，说实话这个蒙多已经玩不了了。现在我们要习惯一下，回家以后如果能出875，尽量是出875。铁刺鞭，先出铁刺鞭。哎，拜拜！这怎么还给我整个减治疗的东西呢？这是啥呀？我一会儿也得出个死刑宣告，因为我们打蒙多嘛。荆棘背心啊！跟我来，速度！这小丑不来呢？怎么呢？小丑想啥呢？哎呀，打死他！对，没关系，我死就死了。这兵线绝对不能让他吃啊！一个兵不让他吃，那亏死的。
他150给他了。小丑这波来他又死了，来你看兵线每回他死完以后往出推，他回来以后他就吃不到兵，来来呀，速度点儿啊！来呀，一会儿黄瓜菜都凉了。可以，小飞刀，来的是真慢呐！继续来，你想不想收银头了？我有大。玩蒙多让你吃兵，玩居然敢玩新英雄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小丑啊，真是一点也不配合，我发现这么好的收银偷的机会居然一点都不珍惜。EAQ 铁刺鞭，死死吧，没事，不给了。闪我就不闪了，拉倒吧。六级蒙多，哼，我已经可写战斧了。完了，寡妇也是卡八个的啊！寡妇没卡八个，哎呦我这把可以啊，这把没有八个了，这把这把没八个，蒙多29刀，嗯，29刀，你等我大好了的，我塔下再换你啊，你等着。我们的伤害已经很高了啊，这波可以杀，只需要快速把兵线推过去，少吃他一个飞刀就可以了啊。呀，车没补刀，那杀你吧。探一波，看看这你这怎么惩戒野怪回血了呢？哎呀，我感觉我都不用出重伤，那死凶宣告出的啥呀，没用啊，他们家没几个回血的。
也就这破蒙多。来这个吧，我们互相回，好吧，你回我也回。这波其实是有点小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寡妇没杀了。哎，好撇，等 ER 啊，这种是等 ER， 因为蒙多可能会有大。他有大跑的比我们快。呀，美甲的窃魂卷。不跟我打了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他，就是他没敢打，他敢打我可能打不过他。把红拿了，这个红啊，拿完撤吧。那寡妇过来了，快走吧，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小丑出个海妖杀手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拿他家红，我拿俺们家红，走，往下走一波。好，躲一下啊，躲一下地雷。全死。寡妇给自己卖了。给人卖了，这寡妇你能走得了？劈死他！哎，这你们没给他杀了？我天哪！就是不应该啊！小丑怎么回事？一个羊刀俩披风 ，A 一下三枚血，还好吧？哟，这波其实可以假装走，因为这个进跟这个萨芬尼其实没啥控制，说实话。演演我，对不起，拜拜。如果寡妇这波敢来，那么啊，传统功夫的点到为止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寡妇如果这波敢来，因为我的咳血战斧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没有跟你闹，小伙子。
这才一个人磕血战斧，这人多一点的话回血回的更多一点。去下路，这永恩没杀过，一共杀了一波的永恩才。这把我们可以来个反甲，其实，或者直接来个炼金的朋克巨链，链锯。朋克一下，公主团一波，这不全死了吗？哇，这落手好飘逸啊！算了，我杀了萨芬尼吧。不行，你跑不了。你大爷的，怎么这么多闪现？为什么这进不走？啊？为什么这进不走？谁好使啊？他们家呀，是谁好使吗？他们家是，行啊，行，哎，给我烧起来了，行，小伙子，玩我。打蒙多的时候不放E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不放E吧，技能不放好了。打蒙多的时候不应该放技能。没事，有携手就好了。下波他俩全没有闪现啊，下波给我杀他俩。风魔剑魂很厉害呀，来等他们来。这，哎呀，这辅助打人挺好痛啊。没打过，兄弟们，这不应该呀。峡谷是谁的呀？峡谷没打掉。小龙记得来一波。不行，下回得先杀他辅助，再杀他 AD。下回得先杀的辅助啊，先打个400啊、哦、我们先把那个死刑宣告给除了。他应该过不来，没关系。走，回家把死刑除了。这不行，这加血我受不了，那全是回血。来呀、啊！
那队友都哪去了啊？可血战斧！哎呦我操，这一个大！哎，说别回家，别回家，硬他妈要回家，就硬回。那寡妇一个大打了我700多，直接给我斩了，费点劲打不过，中路没有用，下路有点菜，打野英雄不行。费点劲，不太好打。闪现就都得我打出来，他一个技能换我俩技能，等一下大吧，等个大招。这 AD 跟辅助又有闪了，我又上不去了，我就杀也杀不了现在。给了吧，等个10秒，等个大招。有没有劈呀、啊？这落手啊！哎呀，范围有点小啊！寡妇不知道有没有大啊？往后点来，就跟个白痴一样，就整个就是个白痴。走吧，不打了，打不过，那寡妇搁旁边打伤害。我真是他妈的，我就是给你点脸了，我就发现这蒙多怎么的呢？这回家了。小龙没了，下回再说吧。给个红吧，兄弟呀、啊！啊，这红 buff 你得给我呀！先把人杀了。中团永恩死了，速度
试一波。这波 AD 应该没闪，上边他把闪交了。去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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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我找一下。寡妇杀了，可以900块，别让他动啊！没杀着蒙多，杀了个寡妇，其实也不错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家一个重伤也没有，只能靠我出这玩意儿了。哎呀，行吧。哎 ，nice 大龙，黑大龙。我们家小丑其实还可以啊。打龙去来。在这等啊，就找着寡妇。好，那 AD 打我都没掉血，我都没掉血。寡妇应该是闪现交慢了他，他这波应该是有闪，我闪跟他闪一块好的嘛。他有点装，你知道吧？你能打得过我，兄弟？你给我刮痧吧！重推，能不能一波？赶紧一波，赶紧一波，能一波抓紧时间一波啊！别急啊，找寡妇位置，干了，先杀蒙多。哎，别魅惑我！这什么呀？这技能真多呀！这不行了，死了，下当了，给我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对面别三条龙了啊！没事啊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我应该拆基地的，基地能拆掉吗？基地2000多血，可血战斧不行，咳不回来了，控制太多了，咳不住了。磕不住了，磕血战斧。鞋换了，鞋不能换，鞋这是减速韧性啊！你鞋换了，你瞅这移动速度，我给你看一眼啊！现在是390，鞋一撇，怎么卖？345，你说你追谁？你说你345，你想追谁？想去追谁？谁能追得上？这怎么追人？来，快点的，别去下路收兵，再让寡妇给偷了的。
那没有多大优势，38-38。我这上不去了呀，这能打能打能打，我这可血战斧你看得懂，我可血战斧你给我死，你给我死，人家投降了，呀不对，小丑偷家了。小丑偷家了，可以啊，拿下。血打满了，科学战斧啊。